这话都歪的，我要是有阁主那双巧手多好，真不公平。他一个大男人，那么会化桃花妆干嘛呀？要是能天天帮我化该多好。或者，我要是有夏侯雪那些用不完的头饰墨额，我也不会这么伤脑筋了。哎呀！这个好像太素雅。这个会不会太浮夸？这个颜色他会喜欢吗？哇，这么多头饰墨额，都是送给我一个人的吗？喜欢。喜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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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不对，他说到底就是讨厌我的流星痕，真的有那么丑吗？谢谢阁主，我不要。为什么不要我送你的礼物？就不想要，我要去睡觉了。什么表情啊你！觉得我的流星痕很丑，就直说嘛。送什么礼物？不是珠宝头饰。青青最想要的，是去除额头上的流星痕。可是。刚刚是不是太凶了？他毕竟是阁主，而且还送了那么多首饰让我遮丑，是不是表示他很在意我？都是你这个讨人厌的东西，害得我变得跟你一样讨人厌。阁主应该再也不想理我了吧？真有神女能降甘霖吗？我跟你说，那个王天师可厉害了，他用捆仙索还有八把葫芦，一下子就把青青这个妖怪给收了。这么厉害、啊！说，如果青青是妖的话，那整日跟他在一起的阿鱼，也可能会是妖。是啊，胡说八道！我没胡说八道，他就是妖。村子里面出现妖怪，我们怎么能够平静的生活，对不对？哎呀，对呀，你哥的，我们家阿鱼不是妖。要按你这么说，你从小和他一块长大，那你也是妖了。我跟阿鱼不一样，他出生就克死了娘，还害死了智勇哥。那场大火把智勇哥都烧得所剩无几，但阿鱼却没什么事儿。他不是妖，他是什么啊？对不对？对，对呀，就是妖，就是妖，妖女，妖女。我家阿鱼不是妖女，她是。他是什么呀？他是、啊、你说呀，他是神女。什么呀？这王榜上可说啊，东南方天降神女，我家阿鱼啊，就是天降神女。谁是神女啊？笑什么？让让让让！我让一让，沈大人驾到。
刚才谁说是神女？他说自己女儿是神女。大人，您听小民解释，小民就是随口一说。王榜岂是能够随意说说的？来人，给我锁上。大人，小民冤枉。大人，大人，慢着。谁啊？爹，为什么要锁我弟弟？你是？我大人，她就是这个犯人的女儿，就是她冒充神女。不关她的事，话是小民说的，要罚就罚小民一个人吧。带走。等等，我爹爹说的没错，我就是王上要找的神女。这怎么可能呢？这可能儿戏。对啊，对啊。你是神女？是啊，这王榜上不是说了吗？天下大旱，要找神女祈雨，我能降雨。那神女打算怎么降？你先把我爹放了。好，放人。阿玉，爹。放心，大人，先设个祭坛，我做法求雨。去，设祭坛。是。祈雨，阿鱼这个牛皮吹得有点大呀。就算你是龙王，能做法降点雨，但也没有办法让这么大的尉迟镇都下雨啊。我去趟雷泽塔，借个行雨令。你明明是要去抢吧。你们不许进来，我要发功画符，被打扰就不灵了。那我们就在门口等。是爹害了你，没事逞什么强啊！我这嘴，我真该死。爹，家里的钱全在这儿，他们只会盯着我。待会儿雇辆马车，赶紧走。那不行，我走了你咋办呢？咱们一起走。爹，不行，小四，让爹先走一步，爹缠住他们，你先走啊。爹，我还没嫁人呢，我可不想死。我听说祭坛就在河边，你在河下有个小码头等我。然后我再找机会，假装掉下去，跟你会合，咱们投奔小舅去。你的符画好了没？快了。